天继续要来看，早起有地动，又甲真大力咯。早起的9:05，花莲光复乡发生着规模6的地动，又有将近20秒，全台湾拢感觉到地牛咧翻身。气象局地动七报中心的主任陈国昌讲，即届这个地动是主震，甲3月23的地动无关系。这嘛是今年规模6以上、深度上浅的地动。未来一礼拜内，无排除会阁有规模4到5的余震。阿里花莲的光复乡有民众厝内挂伫壁顶的奖状，是摇甲强强要滴落来。出名的景点李溪潭，原本平静的水面，嘛摇甲起水印。光复糖厂卖盘手类店头，架仔顶的物件是摇甲落甲规涂骹，拢是脆玻璃，安尼绿苍苍。挂伫壁顶的奖状，阁有倒位弄做伙，虾米落来？透早9:05，一地动，花莲县光复乡的民家厝嘛对咧摇。对房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鸟跳行，阁有鸡啊嘛摇甲真明显，一直摇大约20秒。挂伫天棚的水晶顶嘛，一直弄来弄去。观光景点里溪潭原本平静的水面，对即身影上嘛记录地动的瞬间。一开始只是微微啊震动，过2秒开始摇甲真大力。当时伫河边散步的游客全部拢互惊到。很可怕哦！很可怕，震动很大，震动很大，那个船都会叮叮亮亮的。透早这件规模6的地动，震央就伫光复乡6.8公里深，发现震度达到5、6级，台东毛4级，罐头脆糊糊，乌色酱汁流到规涂骹拢是。另外一个摊咧卖米酒嘛，红烧到涂骹。这场地动，互光复糖厂内底卖盘手类店家拢未负欢迎。大家拢真无奈。喝酒醉啊！伫边的台东对地动嘛真有感觉，东关处即时影像记录大石比山的镜头嘛对咧摇，相关单位嘛要提醒住伫山区民众，爱说伫即几工可能会有石头落落，爱加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